周迅与小13岁男友卓越恋情曝光，卓伟被牵连，朋友圈晒声明辟谣。最近有媒体拍到周迅与马赛克乐队成员卓越牵手回酒店，疑似两人恋情曝光。被拍主要内容是两人吃饭时互相帮对方夹菜，这是明星恋人最爱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。吃完饭后，周迅就挽着卓越的胳膊离开了。虽然两人包裹得很严实，但是卓越还是怕他手冷，所以直接给放到了自己的口袋保暖。恋情曝光后，网友很快就发现了男子是马赛克乐队的吉他手卓越，参加过乐队的夏天，周迅曾经是乐队的夏天嘉宾。两人认识就是那个时候，相对于其他几对被曝光的恋情，卓越的过往算是最干净的了。恋情曝光之后，有网友看了卓越的长相之后表示，周迅喜欢的是不是都是这一挂，卓越跟周迅的前任长得都一样，而且他历任男友均为摇滚人，真正的摇滚杀手。这次恋情曝光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新浪宣发的时候把卓越的名字打成卓伟了。因此离开这个圈子已经良久的卓伟突然收到了好朋友的祝福，还有人调侃要喜糖，场面一时很欢乐。